有一场好听的品格故事要马上开始了，欢迎喜欢听故事的小朋友，喜欢听故事的小朋友，现在就可以赶快跟着您的爸爸妈妈一起到海洋快乐屋，我们要准备来说好听的故事课了。罗西又要掉下来了，Go， 差不多了吧？你去妈妈那里擦一下头。哇，怎么这样溜啊？哇，凯凯，凯凯在这里耶！我抓到他的屁股了。哎，我才没有，我没有要抓的，我没有要玩抓的游戏。我把你压扁了，压扁了。你在游泳啊？你在游泳啊？你在游泳啊？赶快过来，这里比较多球，这里的球很多。这里的球很多。滚！滚！滚！我赶快跑！球很多，快！我把你压扁了，把你压扁了，啊！用球把你埋起来，把你埋起来，把你埋起来。